各位同学，上午好，欢迎大家学习教会历史啊！教会历史是四年的历史。读上的那个认得听得清楚，那个圣灵开启他们的心啊，能够明白。就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不知道大家这个教会历史作业做了多少啊？每次我觉得我主要是为了后面的答案跟大家讲。刚才大家听一首歌吗？诗篇37篇。大家会唱诗篇37篇吗？问一下你，谁会唱诗篇37篇的歌？啊，我。啊，你会唱诗篇？你们教会唱诗篇是吧？哪个同学？没事。啊，天主天恩是吧？啊，你会唱诗篇37篇，很好啊。啊，我告诉大家，凡是人写的歌，到今天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人写的歌里头，没有上帝的公平和公义，因为人不明白。你打死他不明白。我听过好多好多的传道人说啊，上帝也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不公平的。我很想抽他，我一直想打人的感觉，因为他羞辱我的神。但是我当时自己不明白，因为我不是传道人。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他喜爱公平。诗篇37篇啊，当你明白上帝的公平的时候，各位同学，那么呢，你就不会为教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呢心怀不平，是吧？以致作恶啊，你不会为道路通达的那些发财的怎么样呢？生发嫉妒，因为你知道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平的神，那怎么办呢？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纽。你不要觉得恶人的势力很大，那些发了财的人在你的面前耀武扬威，你口袋里就那么几个小钱啊，家里面你没有车，他没房啊，他们如青草，快要枯干。这句话是站在全人类讲，是教会外面，也是教会里面讲。今天，你如果不明白上帝的公平，你就不会明白教会为什么会腐败。教会不是不是神的家？教会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啊？那基督的基督身体会腐败吗？教会不是上帝在天天保守他的儿女吗？为什么传道人也会败坏呢？上帝的保守在哪里啊？你告诉我。所以那些唱人的歌的人嘛，那些唱人就不明白上帝的公平，或者是唱有些人唱诗篇，他也不就思想，诗篇37篇就告诉了我们答案：耶和华是喜爱公平的神，不撇弃他的圣名啊。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一人必承受地土，并居其上。一人。的口谈论智慧，我念给大家听。他的舌头讲述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地。你有本事找一首人写的歌，里面包含上帝的公平，我给你10块钱，马上给你。你找到2首，我给你50块。你找到3首，我给你100块。现在开始走，我现在给你打钱过去。你同学们现在开始找，马上给你打钱。1首10块，2首50，3首100块。我现在给你打过去，你找得到吗？能够彰显上帝的公平。这里多少位同学，还多少位家长，你现在开始找，除了我以外21个。
你想找，我现在给你打钱，因为你找不到。我这里很多事情能够彰显上帝的公平的赞美诗，你找不到。你觉得悲哀不？悲哀吧，悲哀。那今天我不是跟他讲赞美诗的，我不会唱，我不会，我唱诗一塌糊涂啊。我说诗词的内容啊，你明白上帝的公平了，就明白主后100年到461年啊，我们知道教会啊，慢慢的成为欧洲的国教啊，这样统治地位，他为什么会败坏呢？上帝不是保守的吗？是，上帝是保守，保守他的圣名。大家注意，教会是由他的圣名组成的。耶和华是公平和公义的上帝。以赛亚书第9章怎么讲的？耶稣在什么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治理他的国啊，从今始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能背这经文吗？上耶稣治理他的国，我们基督的国度啊，是用公平和公义来治理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带着钉痕的手，他在治理他的国啊。有些人说基督的公平只在十字架上面，是十字架上面是不是没有了，就报废了？就像我们英国的那个参军职一样，不用了是吧？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一块抹布一样的，抹完了就没用了。不是，他以公平和公义治理他的国。以赛亚书第9章，89篇。公平和公义是耶和华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面前。当我们基督徒没有慈爱和诚实的时候，上帝的公平和公义就没彰显在我们身上，知道吗？但是基督不是爱我们如同爱眼中的同人一样吗？保守我们像保护眼中的，是的。但是另外一个对偶经文就是什么意思？你爱神的话语，在箴言书里头，那是爱神的话语如同爱眼睛的同。你不要把圣经这么分开，是吧？你把圣经这么分开，你读这个教会历史书，好像上帝不管事一样的。看这本书啊，我们能找到更好的书，我找不到更好的书。你读这本教会历史书，好像上帝不管事。怎么教会这么办法，上帝为什么不保守？今天就这么个这么可怜的关节，就这么可怜的关节。基督是以公平和公义治理他的教会，治理他的国度。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就不知道今天怎样过教会生活。教会里头看到有钱的人过来了，怎么样就跟他关系好一点啊？喂，弟兄，有什么困难？给你祷告一下啊！看到穷的弟兄啊，那种残疾的啊，我也不骂你，我就把你冷在那个角落里头。以前我教会我就很难受啊。有一个弟兄，那个啊，不是说弟兄吧，反正教会里有个哥哥啊，所以手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他教会来聚会的时候这样子的。广州的啊，你就没人理他，就没人理他。我就看得很难过，我说这是神的教会吗？这不跟社会俱乐部有什么区别啊？看到有钱的弟兄来了，就是热情欢迎啊，热烈欢迎啊，有地位的看到弟兄就不理人家了。我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教会的败坏和堕落啊。这里头没有基督的爱，你知道吗？如果我用人的爱爱你，我肯定是这样子。我不害你已经不错了，我不打你，不羞辱你，不骂你，我不理你是可以的，是吧？那我为了我家庭的益处，为了我自己的钱，我肯定跟那个有关系的人、有地位的人在一起不好一点，是吧？我干嘛要跟一个又穷又酸啊，还有残疾的人混在一起？好，我们今天讲教会的腐化啊，在主后100年的时候，有几个题目啊。我们根据后面的书大家都看了嘛，
大家一定要看了啊，这个不能带着大家读啊啊，不能带小，不能带小学生一样的啊啊，带着你读了就麻烦了啊。一共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列出教会时期各种活动，他们和圣经有何冲突啊，带来什么样的害处？一共有14个活动啊，这是我找到的啊，可能以后还会有更多啊。14个活动，第一个活动为死人祷告。圣经上面有没有为死人祷告的事情？人都是已经死了。没有了。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他已经死了怎么样呢？他以死来偿还他的罪了。已经怎么样呢？这个事情呢已经了结了啊。无论是我们的妈妈啊，还是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当然很爱他。他生了我，养了我，对不对？但是他既然已经死了，离开这个世界啊，不管他信主还是没有信主，他的人生这个啊啊案子呢，他的人生这个就已经了结了啊，这上吊已经成为定案了，或对永生，或下地狱啊，都已经了结了。你再为他祷告没用啊，有中文叫什么？覆水难收，听这个词语吗？英语叫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牛奶打翻了你还有用吗？我小孩昨天啊，我们家老四啊，他呢喝牛奶，他一边喝呢一下牛奶打翻了，还能够收回来没有？你们说还能不能收回来？没用的。就中文叫覆水难收，就什么个故事呢？以前中国有一个文人叫啥名字啊？叫一个很滑稽的文人名字啊。他呢人是很穷啊，很穷。然后他老婆呢就嫌他很穷啊，嫌他很穷，然后就跟他离婚了啊。中国的汉朝呢，允许离婚啊。然后呢，女人也可以再嫁，也可以再嫁啊，不像后来的啊明清时期啊。那叫男女不就是说寡妇不能再嫁，甚至要裹小脚。那不是汉朝的时候，怎么妇女可以再嫁？那显得很穷啊，像姓朱啊，我想起来姓朱啊，姓朱啊，然后呢，他老婆就离开了他。后来呢，这个姓朱的人呢，他去进京啊，考试啊，做了大官啊，然后就回到家乡。然后呢，他老婆呢想跟他复婚啊。说这样子，你看能不能跟你在一起，跟你还是有感情的，怎么怎么，反正就是一起啊，软绵绵的话、啊、就跟他讲。然后呢过来他也不吭声啊，就端了一盆水，你看啊，这盆水怎么样，是不是很亮了、啊、很清亮、啊、说是的。他说一个水你还能不能收回来，你把它捡回来啊，覆水难收，就这个事情呢。就这么来的啊，这中文成语是这么来的，覆水难收。你能够把它泼出去的水你还能够收回来，不能收回来。啊，就这个意思。死人祷告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圣经上面死人已经成为了定居了啊。但是为什么有死人祷告的事情啊，就后面我再讲啊。第二个，相信炼狱。圣经上面有炼狱吗？为什么有炼狱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但这经文的解释很重要啊。哥林多前书啊，这第三章，大家翻一下。他们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十三节啊，推出有炼狱的。我请问同学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啊。啊，肖静宇，麻烦你读一下好吗？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好的，老师，是哥林多前书吗？啊，三章十三节。哥林多，三章第几节？十三节。十三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他显明表明出来，有火发泄，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好，谢谢啊。这个事情的，他根据这个经文的推断啊，人死了哈，有个炼。大家来练一下啊，因为你人生不圣洁嘛，你不干净，你到天堂去怎么样了？练一下，有些人练着练着呢，就练到天堂去了；有些人实在太烂了，这个是个废铁啊。
炼不出什么东西来，你是草木合金就直接被烧了啊。所以就是这炼狱怎么来的，大家感根据这经文解，就是根据我们解经的水平啊，你说这个是在讲炼狱吗？保罗这个比喻是什么？这个火的实验是什么？是不是炼狱的炼？不是，保罗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要会解释圣经，你有学问，要坚固的信心，是不是？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讲什么？没有炼狱，他是讲上比喻。那比喻世界上面经历很多苦难，本来大家都很体面的，信耶稣，100个警察过来把你教会包围了，那个时候你怕不怕？这就练啊，这就练一练。本来我们都信耶稣，现在很火热的，回到家乡，爷爷奶奶过世了，要不要拜？不拜了，就来叔叔阿姨骂死你，你亲戚指着你鼻子骂，这个不孝之子，父亲死了不拜一下，要不要跪下来？这叫炼狱啊，这叫不是，这叫火的实验，这样子，看见吗？是你经历人生的艰难，当时是拜凯撒，要不要拜凯撒？拜凯撒，你是把脑袋给切下来，把那人扔到狮子坑里头去，要不要拜？那就你说很艰难的，你不要吹牛，哎，我没事，是我们啊，舒服的环境下面，我们都没事啊。但是如果有火的试炼过来了，那就不一定能够怎么样站立得稳啊，都不能够吹牛啊，都不能够吹牛，不能说夏老师你很厉害，你肯定能够胜过，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可没说这话，我说主啊怜悯我能够试炼，我在我家乡我父母过世啊，我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不要让我的心偏向邪恶，不要我的脚步脱离你的道路啊，保守我的心，保守我的生命，我就跪着天天祷告啊，你们看过我的那个啊，朋友圈子啊，我每一天都有啊，灵修和敬拜，就是我父母死了啊，我每天早上先第一件事起来，我先读圣经，我祷告，因为我不一定能够胜得过来，对不对？我跟你一样的是个人啊，对不对？都是一样的，还其他的环境下我们都是这样的。警察找过来了，啊，把教会拆了，把几个唱歌的弟兄姐妹统统抓起来，把他监了进去。你说我心里头一点怕都不怕吗？我当然怕，对不对？但我怕的时候，我就祷告神主啊。你保守我，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必定保守，你的恩典够我用的。我也是这么祷告的啊，对吧？我就不怕胜过了。我们都会经历火的试炼啊，你不要以为耶稣人生一帆风顺，但这个炼是这个炼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是这个炼是，不如说这个人间和天堂之间有个炼狱存在，这解经解错了，知道吗？还有40天大灾期，我现在用这个鬼把戏过来，我还不明白什么叫40天大灾期啊。就耶稣基督啊复活之前啊，有40天大灾期是啥意思？你们知道40天大灾期是干嘛？天主教的，哪个同学知道？或者哪个家长知道？跟我讲一下。我知道现在又有些教会又在搞40天大灾期啊。我不知道他没有，我找不到圣经任何一个依据来个40天大灾期啊！你就光这个炼狱，我就知道啊，他们用这个经文，天主教用这个经文来解释的啊啊。那么圣餐啊，第三啊，圣餐是一种献祭。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啊，圣餐的啊教导啊，圣餐的设立是在11章。圣餐是什么？11章26节，我给大家解释解啊，你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啊？请 Hedler 来读一下好吗？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对，这个圣餐啊，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那么，圣诞节 Christmas 啊 ，Christmas 啊，或者说啊 ，Misa Masses 啊，就是一种献祭。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献祭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一句什么话？成了，就是那个旧这里都已经成了。那我们啊，还领圣餐，不是我们诚心献一次祭啊？耶稣基督啊，我以前就是那个，我听到前天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有一只老鼠啊。
在那个教堂里头跑。老鼠呢，他不知道怎么原因啊，那个啊神父啊，他的东转西转，就是说没忘记了一个圣饼，那个圣饼啊，那个饼啊，被老鼠吃了一块。就老鼠的灵魂怎么办？是不是他会不会进天堂？他应该是不是成圣的老鼠，就成一个神学争论啊？因为他在献祭啊。当我们知道个饼就是个饼，葡萄汁就是个葡萄汁啊，这没什么区别，和世界上面的葡萄汁没什么区别。这个饼呢，跟世界上的饼也没什么区别，只是我们以用这个形式啊。纪念主耶稣基督，表明他的死给他的复活。我们以信心压住这加尔文的解释，我们以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神与我们同在。这个饼还是个饼，你不能把它迷信。当我献祭的时候，这种献的也好像他的什么呢？在救恩不完全，要我们来帮他完全一样，这不是亵渎神吗？对不对？第二个，我们把这个饼呢当成一个迷信了。那饼还是个饼啊，这个酒呢，这个葡萄汁，葡萄酒呢还是个葡萄酒，没什么啊。就听说是第四个错误，还有一个圣品阶级和品性图啊，的阶级分。我们这个方面，世界上面有没有圣品阶级？有没有圣品这个词语？当然肯定没有啊，你怎么百度的？你啊，怎么搜索的？那么啊，牧师阶层和长老或者是不是和品性图更属于呢？我们是不是觉得啊，牧师或者说神父啊，主教，那教士阶层是不是比平信徒更属灵，更蒙上帝的喜悦？有没有圣经依据？我先不看社会地位啊，那个政治地位就不好说了，在属灵的这个事情方面，是不是更属灵呢？那可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旧约就告诉我。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先知以利亚的时候，谁得救了？西顿的寡妇，西顿的寡妇，请问他是平信徒还是圣品阶级？这主耶稣赞美的啊，称赞的。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天下遇到大麻烦，请问谁？真正的蒙上帝的洁净了，乃曼是平信徒还是圣品洁净？他是官长。我没问这个事情，你回答答非所问。我问他是教会里头的，或者以色列里头的平信徒啊，还是圣品洁净？他就是个平信徒嘛。什么叫圣品洁净啊？就是教会里的长老、执事啊、主教、牧师。教师，这些是教会的圣品阶级嘛，就是立位人嘛。平信徒就是普普通通的来教会聚会的人嘛。你不要答非所问啊，我当然我知道他是官长。这叫乃曼，知道吗？先知耶利米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是堕落的。耶利米在街上说，我看不到一个正直的人。乃曼好像是一个慕道友吧。慕道友他是他以前后来信了神呢。也看那个看那个什么路加福音里这里讲的嘛，耶稣讲跟法利赛人讲道的时候就讲了，行了，他是平信徒。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他被神差遣了，他找不到一个义人，找不到一个正直的人，在那个大街上面但是他后来神给了看这样子吧，你找不到那个艺人，对不对？找不到那个正直人，你也请利甲族的人到你家吃饭你把酒席给他吃饭。耶利米还这里钱还是有的就请利甲族的人，发现利甲族的人不吃饭，不喝酒不吃他的饭，不喝他的酒。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利甲族的人是金钱的，他们怎么样呢？遵循祖先的吩咐就是那个叫什么？我讲的是他的先祖。”告诉他们，跟在那个跟那个北国以色列给他分别为圣，他们不止产业不喝酒然后当北国北国亚述帝国攻打北国以色列的时候撒玛利亚他们就回到了南方。你看到没有？他们是很普通的，以至于耶利米都没有看到他们。耶利米满大街寻找一个正直的人，都找不到一个。都是诡诈的、撒谎的。你中国人骂人说话，这些信息是臭不要脸的。
啊，当然我甚至没这么讲啊，我是翻译成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的语言啊。耶利米找不到，他感到很失望，他确实没看到耶和华的眼睛引导他。你没有看到，不等于没有，对不对？你不能跟这么说，你看不到不等于没有，是吧？就是我看不到一样，不等于没有，是吧？我们人的眼睛有限嘛，对不对？就把他引导到利甲人的面前。你看那耶利米说，就是这么讲。就是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贫贱苦不一定不属灵，生平阶级啊不一定怎么样呢，是属灵啊，不一定。因为有一些人的职分，他的恩赐就适合于做牧师、做长老、做什么呢，做教师。他有一些人他没有那个讲话的啊，那么教导别人的口才，他可能就是个做生意的啊，他可能就是一个挖地的啊，甚至呢他什么都不是，就是个清洁工啊，就家庭主妇，但是不等于他不爱主啊，不等于他属灵的生命，他这圣洁的领悟的能力比你这个啊长老牧师差什么，大家知道吗？所以你把这个生平阶级和贫贱族分成两个社会阶级啊，认为生平阶级更属灵啊啊，那么贫贱族不属灵啊，没那么属灵，是个低人一等的，那就是大宠特宠啊，啊，就是人的精神的骄傲的这怪，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举了这么多例子了，新约里面啊，主耶稣看这个穷寡妇，穷寡妇是个什么？就是老公的嘛，但是他怎么样呢？他爱主啊，耶稣都称赞他的信心，耶稣称赞的那些信心的人，没有一个是教会里的长老牧师。甚至他们的信心呢，比使徒还要大。你们看到，使徒按道理说是跟随神的，对不对？但是，你看了耶稣夸使徒夸了几次，就夸了一次彼得怎么样呢？你是石头啊，因为你说的呢，不是人所说的，是神迹对你说的啊。而是有时候他是耶稣是弥赛亚嘛，是有永生之道的时候夸了一次，还是夸拉大业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夸了。你看他夸外邦的那些普普通的夸了几次，耶稣夸奖的人，对吧？一个是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在以色列人当中，我没有看到过信心比了这个百夫长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包含了彼得、约翰、拿但业？是不是啊？是不是包含了12使徒？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夸奖的时候，我在以色列当中我没有见过比这个信心更大的，他是不是夸奖这个？这夸奖这个啊，外邦人嘛，对不对？还有那个漏血漏的那个，对对，他们都是很普通的，没有任何圣旨，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是大的。那不就够了吗？你还聊他儿女的那个女人，他说狗都吃桌子上掉下来的渣。那迦南妇人啊，等等等等等等啊，我们甚至很多的啊普普通通的妇女啊外邦人，他们来到神，哥尼流啊，对吧？彼得时期的哥尼流啊，对不对？还有吕底亚，好近亲，吕底亚就是个女的，就不凭生意的那个。那个教会是他可以说是他建立起来的，就是祷告的地方，但是他自己呢没有做教会的领袖，因为他很谦卑啊，就是祷告把保罗祷过去了，这吕底亚的那个菲利比教会。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你这个莫名其妙的骄傲自大，这莫名其妙的骄傲自大，你稍微读一下圣经就知道啊，有信心属灵不一定跟你的身份没有什么关系啊，跟身份没有。他有一些人就是很属灵的，但什么原因我就先不说了啊。总之你不能够把圣品阶级和品相都这么分开。但是不能说经历这个乱了，不能说没有牧师。有一个从前小群教会的人就没牧师的阶层都不要了，这有些还是专职。教会有专职或者有全职的，有什么呢？有非全职人。比如说我在教会就扫扫地啊。你不能专门搞个清洁工，对不对？是吧？就是弟兄姐妹星期天呢，提醒呢早点过来啊，然后打扫。那我这个打扫卫生兼职，是吧？但有一些全职讲道的，那你他要怎么来？他不能说我还要去做生意挣钱啊，对不对？那大家要尊敬他，要尊敬这些牧师啊，他能够敢愿意全职，教会没什么收入，在珍贵又受逼迫，对不对？
那你还是要尊敬人家，这是个事。第五点，第六点呢，敬拜殉道者和圣徒，他们根据的经文是哪一个经文呢？天主教根据的经文是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了解一下天主教，我以前啊，我请我同学读一下约翰福音二章的第二章的一节到第三节啊。我请以诺读一下，以诺。那主牧用户你搞个名字的话，还称呼你啊。以诺读一下好吗？读一下约翰福音的二章的一到三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谢谢啊，不用了。”后面就说，天主教啊，为什么崇拜玛利亚？他说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请玛利亚转告一下信息，因为玛利亚是他的母亲嘛。那母亲怎么了？我们这不叫拉关系啊？天主教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拉拉关系，怎么拉关系呢？因为玛利亚现在你看那些人啊，他想要迦拿的婚宴嘛，他们想要搞酒托，但是呢，他不好意思跟耶稣讲，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没跟耶稣讲，就找到了他的母亲玛利亚，生了他了嘛。耶稣呢，就尊重了他母亲的感。按道理说，耶稣是神，他没必要听你一个普通，但是毕竟怎么样，他们有感情。那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恩德不够，是吧？我们人的恩德不够啊，就是请玛利亚帮个忙了，跟我美言几句啊，就这么回事。他们解释这个啊，所以呢，可以拜玛利亚。这圣经经文是讲这个事情，这里经文在讲什么？我说我们经文圣经解释非常重要，我们一定找到金钱的啊。圣经是告诉我们解释圣经经文的人要了。什么人才可以解释圣经经文？谁？但是啊，圣经解释圣经经文的人叫什么人才能解释？谁可以解释圣经？这个是每个人都随便解。反正我读圣经，我读了，我的理论就这样子啊，我的理论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就喜欢拜玛利亚，因为那个圣经就这么行嘛，玛利亚可以这么的。但是啊，解释圣经的人，什么人才可以解释圣经？是不是一定要教宗安利了的人才能解释圣经？不是长老的人就不能解释圣经，或者说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那读圣经的感想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解释的。你说不行，你是吧？那是你的领受啊，我有我的领受啊。那有些脑袋硬的，我有我的领受啊。大家看，同学们，解释圣经的人有两个条件，大家看到彼得后书。不是说谁都可以解释圣经啊，阿妈阿狗都可以解释圣经，每个人可以读圣经啊，人人可以读圣经，但是不是人人可以解释圣经？解释圣经的人是什么样的？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啊，我请一个同学读一下啊，我请浩浩读一下好吗？三章十六节啊。哥，你说前书吗？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啊，彼得后书。几章？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啊，翻错了。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都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解释圣经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有什么特点？一，他的信心是坚固的，他耶和华神的信心是坚固的，或者我们今天说叫生命很好的啊，信心坚固。第二个要有学问，
而不是阿妈阿狗都可以随便解释圣经。那有些同学我就着急了，我爸爸妈妈有没有太多的学问，我也没有信心，也不是很坚固，我也想读圣经了，那我夏老师你这讲把我吓着了，我不敢读了，那不能这样。就是你要啊看一些解经的书，比如说马太亨利的，我就是这样的，我不随便解释圣经的，我每天读圣经我就看他的写的啊，我或者听啊啊，你听个老师的给你讲解，在古代没有这么的严谨的书啊，就是听什么呢？听墨者讲解，你不要先随便解释圣经，因为你乱解释圣经，就强解经论者就自取沉沦，自取败坏，明白吗？一点解释圣经的人，一点两个特点，一个是生命很好，信心坚固，还不是动摇不得，自己都怎么呢？一手漏船。你如果坐船，坐船上漏水怎么办？你出门啊，你说我从上海坐船到美国去的，我不打算坐飞机，坐船，我要这样子方便旅游。那船漏水怎么办？或者说你坐飞机，飞机漏油怎么办？你还坐吗？不坐。不坐了，这很危险，就是你这个安全。第二个，那个船不漏水。然后呢，飞机也不漏油，但是那个船长啊，刚刚大学毕业，他刚第一次开船，然后开了个大船到美国去，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他第一次开飞机啊，他航空学校毕业出来啊，第一次开波音777，然后把你从上海飞到美国去，你敢坐吗？比漏油漏水还危险。我也是航空学校毕业出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开飞机？我也是水利学校，我也是拿了驾驶执照啊，我可以开船了、啊。但是我学校刚刚毕业出来，六月份毕业出来的，我就找到实习工作，然后我开着大龙船，或者说开着大飞机把你送到美国去，你敢坐吗？我怕死。我怕死，是就这样子，大家注意，一定是这样子啊。你要学，我还小，我生命不成熟，但是我不能够找到跟我一样的呀、啊。我要找一个啊信心坚固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不能光有信心坚固，有信心坚固的人怎么了？他不一定有学问，是不是？他不一定他会解错了。两个结合起来的，你读他的书啊，解经的书也是这样的。我有很多的严谨的书，我为什么读？我要听他解释啊，因为我怕这身边的人就解释乱解释，读每个读弟兄姐妹都应该读圣经。都应该读圣经，但是你读谁解释的圣经可很重要，不要自告自己就我就可以了啊，那你违背圣经了啊，你不要凭自己的心去乱解圣经，这自取沉沦，自己害自己啊，就小孩子拿菜刀一样的，我也是个人嘛，菜刀也是我妈买的，对，你学李斌啊，那个不是那个大家看那个什么，我以前看那个周星驰演那个电影。他不是学了个李小龙吗？李小龙不给两个鞭子吗？这么甩，对不对？你能甩吗？你能甩吗？你能甩那个双截棍吗？各位同学，你能甩吗？这么甩的，他甩得很好的。那个李小龙甩的。不能啊，我没学过。你会甩到自己脑袋，你会抽自己，你知道吗？你这么甩的。这李小龙反正甩了把他练武的嘛，周星驰那个天明的他也这么甩，甩了把自己的脑袋给抽了一棍子，对不对？我觉得很好笑，啊，我想我就甩了双截棍了，我甩快了的时候我也会抽到自己，为什么呢？我不会甩的，是吧？所以一个学习啊，我只是推荐那个人，这个你完全解经错误，这里不是说玛利亚。有啊，是新神迹，其实是耶稣基督主动连续啊，这个情形啊，他去变水为酒，不是玛利亚有面子，玛利亚有面子，别人就没有面子。神主权不是跟啊，只要心灵神与谁同在，心灵痛悔的人同在，不一定与玛利亚同在，或者说这就乱把人世间的意思解进去了，带走。好，我们下面休息一下啊。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不熟悉圣经的话，你就这些话啊，好像也有圣经依据啊。你看天主教讲道的时候，他就用这个东西啊，你很不着急嘛，是不是？好，我们下面休息一下，9:20过了，同学们，9:20。
也许这一堂课要两节两个时间，比较讲的比较慢，希望大家明白。就9:20啊，为什么？老师现在11了。啊，先9:20啊，嗯，刚才跳过去了，有另外一回事啊。9:20过来啊。旧人有好结局，只与你繁华的人，必终灭绝。恶人终必解除，但一人得救，是有余。Thank you.
啊，各位同学，好，我们看了第七点啊，各位同学，跟大家讲解一下，当中，就是同学们年纪还小，对圣经不熟悉啊，给你讲解一下。第七点呢，比较好容易理解啊，崇拜一道啊，殉道者的灵和圣徒的灵，人啊对别人有感情，这个是正常的。比如说这个我爱的一个人啊，他死了，那么呢，我把他的那个枕头。或者说啊，我把他的手表给留下。一个在这个在欧洲啊和中国人的传统不一样。中国人如果个父母留下来再宝贵的东西会怎么样？如果父母留下很宝贵的东西呢，我们中国人会怎么样？继续保留着当传家宝。我们中国人很难这么做啊。中国人父母再宝贵的东西两样，一样是陪葬。包括就跟人家讲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挖出很多什么唐三彩啊，什么玉器啊，啊什么宝剑啊，还有金缕玉衣啊，你到各个博物馆你去看就知道，为什么这些我们认为是宝贵的东西，那么就怎么样呢？父母你带走，你来世享受啊，这中国人的传统是这样子，你来世享受，那么在其他剩下的东西就被火烧掉。你在农村里头看，在城市里看，父母留下的衣物啊这些东西。全部用火烧掉，因为中国人怕鬼上身呢。那么中国的祖先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字画和古董，会留存下来啊。字画、古董、书，这是读书人，但是这样的家庭很少啊，这样家庭很少。然后房产啊，房子也留不了多久，因为中国的房子是木头做的啊，到了明清以后才砖头，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在欧洲人，在欧洲人，他们没有中国人这种殉葬的传统啊，而是陪葬的这种习惯啊。欧洲人的文物啊，往往呢，在他家里头，比如说你到欧洲去看欧洲人的宝剑啊，怎么样呢？查的雪亮的，那中国人的宝剑都锈迹斑斑的。你看这个啊，长沙马王堆的也好啊，北京博物馆啊，那个首都博物馆的也好，还广东省博物馆的，你去看过啊？你如果去看到，都是锈迹斑斑的。为什么？坟墓里头挖出来，对吧？那欧洲人不是，他很漂亮，一个盒子装的，跟你分享，这是我们家族遗传的宝剑啊。当年我爷爷是什么什么啊爵啊公爵啊，曾经啊跟国王啊。
打了多少仗，你看留下的宝剑，就真的德国人呢，留下宝剑就留在那里。他也是遗物的，比如说遗物的传统，知道吗？为什么在中国圣谱里头没有什么把王明道的遗物给掰下来，没有这干这事情的？他跟他民族的文化习惯有关系啊。他欧洲人能看到这个，还有什么玉器啊，什么这戒指。中国人的戒指是戴是什么意思？中国古人戴戒指是什么意思？结婚。你戴戒指？一般老百姓不戴戒指，那谁戴戒指呢？那皇宫里头就是，就是他来月经了，皇上你不要戒指这样碰他，戒指戒指嘛，戒别人染指。老师，意思是啊啊，因为欧洲人很喜欢把那些有名的人们用过的那些东西，或者和他们有关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呢以高价买出来什么的。啊，买，因为都喜欢，他有市场需求嘛。有市场需求，知道吗？比如贝多芬擦过鼻涕的手帕什么的，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喜有这个民族习惯，就基督教的福音啊，没有传过去，他们就有这种习惯，知道吗？把那个名人的东西啊，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它产生，当然这基督教福音结合起来，它产生个偶像崇拜，觉得这个遗物啊不一样的，这是彼得印过的袍子，天晓得是不是彼得的，对不对？啊，这个人呢是。他们朝圣耶路撒冷啊，把耶稣当年的那个受的那个钉子啊拿过来，你看到这种钉子，那你也搞不清楚，反正大家很开心，都愿意啊。尤其是在这种中世纪啊，大家没读过什么书的时候啊，就很兴奋啊。哎，这是很宝贝啊的，这是其实上他跟那个每个民族啊，他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文化传统啊。中国人就是也喜欢，他喜欢古董啊，喜欢书画啊。别的东西日本老百姓他们不会就烧掉，就是我都不知道我们老家我妈妈留下的遗物啊，一些东西啊，而且写着我妹妹弟弟全把它烧掉，我也不能把它带到深圳来，对不对？全部烧掉了，就这样子。他没有这种遗物的传承的，民间没有这种遗物传承，把鬼上身是吧？然后第八一点其实一个欧洲人的这个习惯叫图片啊，人有生来有拜偶像的习惯啊，他图片呢，他觉得神看不见，对不对？再搞个看得见的东西，我看得舒服一点，给耶稣画个像啊。但耶稣其实是长得蛮丑的一个人，我写过很多文章，耶稣照着以赛亚书53章，耶稣是没有加薪美的啊，没有加薪美的。照着约翰福音9章，耶稣看上去30岁的人像50岁的人啊，但是他给他画一个欧洲的帅哥啊。金花碧眼，披着个长长的头发啊，这么温柔慈祥啊，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耶稣，我感觉到很舒服啊，对不对？很慈祥的。那中国人的传统是怎么回事呢？我这个神啊，你不要搞得很凶神的，再搞个美，像妈妈一样的。所以那个佛教的那个观音呢，那个观音在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他不会招个女弟子，知道吗？在印度，女人的地位很低的，他不可能招个女弟子。那中国人觉得，哎呀，哇，我们的神正好这个像妈妈一样慈祥，要关心我们，所以呢，我们把那个观音呢变成个女的了，一个女菩萨了。我总感觉那些大佛像总长得很像女的。哎，对，因为我们觉得妈妈是慈祥的，知道吗？会疼爱我们的，哎，愿意帮助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把那个神呢就搞出来。那么欧洲人呢，他呢怎么呢？那个也是怎么呢？很帅的，你不能搞那个神怎么很丑嘞，对不对啊？那个帅哥就能在好莱坞拍的那个啊，耶稣受难记，看到好帅的，是吧？很帅的一个人呢。那个这其实耶稣是以色列人，个子很矮啊，又长得丑啊，又加上他生活艰难啊，营养方面肯定也不太好啊，家里儿女又多，是吧？啊，看上去又很老气啊。啊，如果要有样子的话，也是这个样子，绝对不是个帅哥的样子，也不是个高大的那个高。金发碧眼，那以色列人来的是黑色的头发，跟我们的比较接近，黑色的头发，或者是带点卷毛，那这个颜色，那皮肤呢怎么样呢？有点像茄子的颜色，生活很艰难的人嘛，对吧？他不可能是白皮肤的，那是茄子色的啊，像印度人一样的，这气候比较炎热的地方都是这样的嘛。你看南方的广东人，那皮肤都像茄子的颜色，啊。而不是纯色黄色，就这种的啊，人都喜欢搞那看得见的，就把人变成偶像。今天教会界也是这样的，把耶稣基督变成图片，还有挂十字架、挂偶像的，
祭坛的人呢，就真的就是这样的啊。然后穿华丽的法衣啊，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有没有换衣服？彼得啊，保罗他们出去讲道有没有换一身比较好看一点的衣服？哎，今天是我主持讲道嘞，这人是不好看啊，搞一套西装穿一下，我不能穿西装不对啊。但是你印度人搞这么华丽嘛，有什么穿什么干净就行了，正式就行了。我跟你们就讲课，我就不换衣服，我走到哪里去不想换衣服。这有一次是我那个朋友结婚了，弟兄姐妹结婚了，我就换了个西装啊，尊重他们结婚的习惯啊。因为我以前的老板跟我讲的，你不穿西装过来，你不要参加我的婚礼。后来我就讲这个别人结婚我穿西装的习惯，出车我就不喜欢换衣服，觉得麻烦。就是什么意思啊？教会本来没有这么多习惯的，还有什么袍子？以后我还可以讲了。那在中世纪啊，那个神父穿的不同袍子都不一样，都很讲究的，都是很讲究的。为什么是红衣主教啊？还有那个黑色的代表什么？红色的代表什么？以后我再给大家讲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嘛，不喜欢听到。到今天为止也是讲到，我每回讲到15分钟，有些教会15分钟。保罗华学他们讲的时间长一点啊。我看那个麦克阿瑟讲到也有40-50分钟啊，保罗华学40-50分钟啊，陈哥他们讲的有时候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啊。这些保守的教会的还比较长一点啊。听到讲的很烦了，不喜欢听到，这样搞得宗教仪式啊，因为平时生活烦到教会里参加个仪式感，对不对？觉得呢舒服一点啊，不要用脑子嘛，对不对？听到你要用脑子用心嘛。参加人家仪式啊，搞得什么唱听听赞美诗，对不对？还有那个风琴啊，听不见管风琴嘛啊，演奏一下啊，他已经很不错的。那么这种道越来越少，人的愚昧也会越来越多啊。人重生是在什么环境下重生的？上帝用什么东西让我们重生？在基督里重生，人不是人会重生的吗？不能见神的国吗？那上帝用什么办法让我们重生？各位同学知道吗？我爸爸妈妈知道吗？上帝用什么办法让一个人重生，有新生命？是不是？吹口气你就生了。我说直接在天上啊，把手啊，但是天使在手上面按一下，你就重生了，是吧？上帝用什么方式让我们重生，有新生命？都不知道啊。然后同学知道，然后家长告诉你的宝宝，悔改，悔改，悔改是你的行为嘛？接受，悔改是你表示的，是他用什么方式？我说，当然是要悔改，我肯定要悔改，不悔改不能没有成事啊，肯定要悔改的，这是我们内心的。上帝用什么方式让你成事？圣灵内住，圣灵内住是一个方式，但圣灵你看得见吗？那什么一个有形的方式，就是圣道。大家看一下行道吧，他用道让我们成圣，在那个约翰一书，我查一下，在因为他用道让我们成圣，大家翻一下，我看哪一节经文我不记得了，他用神啊，肯定他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你看不见啊，这由不着我们啊。他有个啊看得见的方式啊，我收拾一下啊，彼得前书一章23节啊，我请同学读一下啊，加谦你读一下好吗？加谦，麻烦你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23节，有很多我先找了一句啊。彼得前书是吗，老师？啊，《彼得前书》一章23节。好的。老师几节来着？一章23节。哦，好的。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对，就是说我们怎么帮助一个人，肯定我们没办法让人重生。一个人说，比如说我跟妈妈，哎，
我是12月25啊，12月15，比如说肖老师，是不是我跟我妈妈说，你12月15要生我啊？他做不了这个决定，对不对？我妈妈也不是说，我要12月15要生肖老师啊，就这么的。哎，不，也不是说的，我也不是我爸爸做决定啊。我们12月15啊，我们要生一个儿子，他叫肖荣军，叫肖瑶老，肖南周老师啊，是我爸爸做这个决定吗？也不是，对不对？但是上帝重生我们也不是莫名其妙的。今天有一些人呢、啊，把人的重生搞得莫名其妙，圣灵让人重生，产生一个悔改，好像一个莫名其妙的就让人重生了。不是的啊，重生他要看得见的，我们肯定要里面悔改。我们怎么能会用圣道让他推动悔改？因为圣灵就是圣道，圣灵就是真理，是吧？圣灵就是真理啊。我们能够有形的方式看得见，就是用圣道把它成圣。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们用孩子啊，不要受啊在家教育，反正成圣是神的工作啊，能不能进天堂是上帝预定的事情。这种人对真理的理解是一知半解。是的，我们的生命是神决定了我们怎么成圣，也决定了我们谁能不能得救是上帝。但是我们人有责任，人有什么责任呢？就是把圣道讲给我们的孩子听，讲给那些没有成圣的人听，什么跟他分享，带领他学道，就是学圣经的话语。记住啊，不是学那些啊人的神学作品，但是什么？是学圣经的话语。在学习的这过程当中，在生活的时间当中，他某一天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改，是吧？就保罗说的啊，这个生命是棵树啊，我们是不断的施肥，不断浇水啊。浇水是叫什么？叫圣啊，神的话语，它就是长成，就这样的。你不能说我把那孩子送到公立去，反正神预定了，这个是得救还是不得救，我不管啊，反正神已经预定好了，我好像我没有什么责任一样的吧？这就是迷信，把上帝的道弄成一个愚昧的东西，一个神秘化的东西。就当讲道越来越少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呢？就干枯了。你的神的话语分享的时候就干枯，就没有水了，没有浇灌。你的发脾气啊，跟人家争吵啊，生活上的艰难，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因为你的那没有道啊。啊，有些的道你不能够怎么呢？减少。但讲到讲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教会的讲越来越干枯，信仰的变成一种迷信啊，一种迷信的东西了。它没有真理的话语。我给大家讲中国历史的时候，或者这里坐的同学听我讲中国历史啊，中国传统的宗教有三个什么工作来什么？还记得吗？中国从商朝开始，我们的先祖开始，我们的宗教活动就三个事情，做三件事情啊，三件事情，还记得吗？这里有没有参加我中国历史的学习的同学？有。哪三个工作？我们传统的宗教，意思什么？有个祭祀。哎。三项工当然都有祭祀了，搞什么偶像崇拜都有祭祀嘛。我们三个什么？三项内容是什么？三项内容什么？一是祈福，第二呢小宅，第三呢谢答，感谢，就感谢他，就这个意思。他不喜欢听道，所以这信仰就变成慢慢变成个迷信。人世间的宗教崇拜基本上偶像崇拜都是这基本上是三个活动啊，这活动内容啊。祈福、消灾，然后呢，感谢，把这个宗教就是认交易，不需要真理的，人就喜欢这样子，不需要真理，再简单一点，我信你，保佑我，不信不保佑我，不信你拉倒，啊，然后呢搞圣地崇拜，你基督徒、耶稣基督怎么样？拜神怎么办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那山上。用心灵和诚实拜神，意思有没有？你一生要去朝拜一次耶路撒冷？没有，就人就发明这些啊，自搞自大，就我们家有钱，又金钱，啊，然后呢，我一生啊去过一趟耶路撒冷，你觉得耶路撒冷有什么了不起？你觉得以色列有什么了不起？上帝要你去以色列吗？没有叫你去，因为保罗要那个罗马的人，哎呀。罗马写罗马福音，罗马书的时候，哎，罗马人了、啊，你们一生要来一次耶路撒冷，要不然就不进去了，哎，就没这么说。
就自己的人发明这些啊，自高自大的。那么能去的人当然是有钱，有钱人就可以自高自大嘛。你看我们可以啊，去以色列去旅游是吧？可以看看耶路撒冷，你们这些穷鬼啊，一生都没有机会，这是胡闹，这没这回事啊。第十三，修道主义，修道主义这里讲了一下啊，修道主义是什么产生来的呢啊？因为教会本身腐败了，在罗马定为国教的时候啊，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时候，那么很多这种啊非基督徒，他们就啊就哄拥而至来到教会里，那教会不是说不要啊，不要了把教会呢就变成乱七八糟了，有些人就看不惯，就他们就修道啊，修道来说我们另外给教会里头的这些败坏分子啊，给他分离出来，那分离出来怎么分离出来了？我不结婚啊，我呢就在沙漠里头搞根柱子啊。在待了几十年啊，我在山洞里就修炼啊，当年的这个事情呢，也被两个有名的王的，一个安布罗修啊，一个奥古斯丁啊，他们推崇啊，办修道院。修道院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这修道主义啊。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怎么样呢？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乃至地极为主做见证，知道吧？你们是世上的光，城怎么不能照在山上啊？不能要照在山上，要照亮一家的灯，要顶着呢台面上照亮一家的人啊。就是说，你的世界上的光和盐，你不能去修道啊。你在人世间，当然追求金钱、修道这个事情很好的啊。但是我们追求金钱是在人世间追求金钱，不是把自己躲起来啊。还有世俗化之兵，什么叫世俗化？大家知道？世俗化是圣经的原话啊，世俗化，大家知道世俗化是什么意思？世俗化是圣经的原文，在彼得前书啊，你讲的这个，再看彼得前书世俗化啊，我看是彼得前书吧，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世俗化啊，是雅各书，说错了啊，是雅各书。你们以世俗为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啊。世长的意思世界啊。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请问世俗是什么意思？世俗是什么意思？世俗是什么意思？同学们查吗？我查一下原文字啊。世俗就是有罪的东西。人会喜欢有罪的东西，比如说成年人喜欢色情，小朋友喜欢暴力游戏啊，女人喜欢逛街啊，大量的购物啊，把家里面啊就败家贪财，什么老年人骄傲自大，就是说一样的东西它里面包含了罪恶，但是人去喜欢它，这就都要世俗化。就有罪的东西，人贪恋有罪的东西，贪恋呢？那一些败坏的东西，这叫世俗化啊。然后逼迫异端和异教徒，那我们的异端或者异教徒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大家反正圣经有一句经文啊，这是罗马天主教当时使用的经文啊，包括奥古斯丁啊，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五章的第五节。这期节目大家我请大家读一下那个啊，红豆你读一下好吗？红豆是南国，红豆五章的第五节好吗？五章的第五节，五章的第五节好吗？哦，不好意思，刚才是讲哪章第几节来着？哥林多前书五章的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等一下啊，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五节，对吧？对。好的。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哦，对异端啊，或者说对异端的办法就是败坏他的肉体，还有一个啊，要勉强人啊，进行什么啊？你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啊，这万民做的是勉强，那勉强是什么意思呢？勉强不是用武力勉强人家，耶稣基督教人传福音没有勉强，而是劝勉。这个勉强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你到大街上面去啊，你要叫人过来，天国的筵席已经好了。你要去啊，有瘸子的啊，眼瞎的啊，还有什么瘸腿的，整整整整的，你都把它再进来来做筵席，是个勉强的邀请过来，它是个邀请的意思啊，不是这个啊勉强，一个勉强的解释非常重要啊。另外一句经文啊，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头的讲的引用了一句经文啊，勉强人来信耶稣啊。是在路加福音的14章23节啊，大家翻一下啊，路加福音14章23节，14章23节，有人呢、啊、解释经文呢、啊，就这两句经文啊，我请一位啊。人和静怡，你们家拍一位。人和静怡，路加福音14章23节。14章23节对吧？啊，路加福音14章23节。等一下，路加福音14章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做啊，不对，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好，谢谢啊。我们看这句经文的上下文，他勉强。勉强是不是因为武力强迫人家信言信教啊？你看他的上下文是言习的吧，他是邀请人过来，勉强就是说：“哎呀，来吧，不要客气了，来我们教会吧，啊，这信耶稣得永生啊，人生的罪恶就好了。”这是勉强，是主动的啊。勉强这是表示主动的、积极的传扬神的福音的意思，积极努力的传扬到无论得失与不得失，等于说不是用武力啊。你今天不来我们教会，我先砍掉你一个手指头。你明天再不来，我砍掉你两个手指头。你下次还不来，我打到你的头，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嘛？没有这个意，没有这个意思啊。你看上下文就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中世纪时候有一些人解经了啊，包括奥古斯丁的解经啊，就是勉强的来，就是用逼迫的方式。那就不对了啊，因为你看上下文就没这个意思啊。还有个败坏人的肉体啊，导致宗教裁判所的诞生，欧洲宗教裁判所逼迫人的肉体啊，让人的肉体受到伤害的一端。那我们可不可以伤害人的身体？在旧约里的时候，这属于圣战，圣战什么？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是迦南的约书亚带领啊，60万男丁啊进入以色列。那么呢，那个啊，迦南地的人呢，他不投降啊，那么呢，就把他灭亡了。这是圣战，这种圣战的行为，在新约还有吗？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大家看到路加福音，也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就是禧年已经来了啊，这就是改革宗教教会的禧年啊。禧年是什么意思呢？2章16节，各位同学们看一下啊，也能够留言啊。
加雨辰，暴力游戏就是问你妈啊，等一下，暴力游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流血的啊啊。二长的啊，加雨辰你读一下啊，四长的十八节和十九节好吗？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那人的喜年。是的啊，旧约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对耶利哥城啊，对迦南地进行主人圣战，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么现在叫喜年，喜年是什么意思呢？喜年就是把人啊带到神的面前。这段时间啊，就算一个人判处死刑了，那怎么呢？先缓期执行。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怎么样呢？不用还了，回去啊。要买了别人的土地，退回去。要是被掳的得释放，是压制的人得自由啊。特别在约翰福音最后啊，有一个人啊，主耶稣他们去传福音，到一个撒玛利亚城里头啊。撒玛利亚城在约翰福音哪一章了我忘记了啊，我讲的故事给大家。他们在撒玛利亚城里就传福音，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呢？撒玛利亚人不愿意信，然后约翰他们讲的句话，约翰是雷子嘛，主啊，将把火把他们烧死算了。主是什么呢？你们不知道你的心如何。人子来到世界上面是什么？是救人性命，不是要人性命，明白吗？不是要人性命。也就是说，在喜年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啊，这个末世的时候是上帝的喜年。上帝喜年的话，我们对于异端，对于异教徒啊，我们不是采用逼迫的方式，而是劝勉的方式，劝他来信耶稣。因为人子在世界上面怎么样？要不是要人性命的，是救人性命。现在是福音的喜年。那么是不是他们不该死啊？他们该死。为什么要死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什么？就是缓期执行。现在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明白吗？不是说旧约的律法就改变了啊，叫约书亚屠城就错误的，不是的。旧约的律法是正确的，也是神的法度，但是现在不执行。什么时候执行？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来执行，是吗？他是为审判而来的。无论同学们，我讲这个话你明白了没有？你明白了没有？如果你不明白，你就会，你的爸爸妈妈就会逼迫你，或者说逼迫自己的亲人，是吗？我就见过嘛，一个姐妹，她老公啊，她不知道他们结婚的时候是比以前文革前后嘛，那个时候她老公没有信耶稣啊。他好了，他信了耶稣，他就跟他老公拍照，你这个东西搞什么还不信耶稣啊？搞什么？是不是这么传福音的？是不是这样子的？那女的很泼辣，她不是一般的乖乖巧巧的姐的，但是很泼辣的，跳起来骂你怎么还不信耶稣啊？是不是这样传福音？是不是？不是的，我那个女的我见过她，她住在广州。那个什么秀峰山下面啊，他世世代代的是广州人，不知道他哪一天信的耶稣啊，指他老公破口大骂，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你不能逼迫人家信啊，是劝勉人家，勉强人家，然后呢，那个一短赶出教会，使他呢怎么的，肉体上面呢，受到什么呢痛苦，就是我大家都不理他，让他呢感到羞耻。大家都不帮助，连那个吃饭都不可能在一起，这是最大的处罚。新约时期对异端的败坏的异教徒最大的处罚是什么呢？连吃饭都不可能一起吃饭，更不要说接到他家里。你看到还有个约翰什么？约翰二叔，大家看约翰二叔，约翰二叔对异端的态度是什么？我请问同学读一下，272页啊，这有人给我留言了，很好啊。既然你读一下约翰二书的第十节。约
约翰二书的一章十节。约翰二书，约翰二书没有一章，就是约翰二书啊，第十节，约翰二书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的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难就行了。这是一端的，这一端也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是敌基督的。对敌基督最大的惩罚是什么？跟他不跟他一起吃饭，不跟把他接到家里，免得与他罪有份就行了，是吧？也不是逼迫人家。嗯，你知道圣经来的，你不能按旧约来的礼仪，请问旧约里的律法有没有废除？我再问一遍，旧约的律法有没有废除？没有。那为什么现在不来了一手呢？不把它涂成呢？告诉他把那个满城的男女全部杀掉，不信耶稣，全部干掉，是不是这样的？这事情谁来审判？请问这个事情谁来审判？耶稣来审判。耶稣来审判，不交给我们，因为现在是福音的喜，我们传人子到世界上是要救人性命的，不是呢，要人性命的。我们对一端这一端这的处罚就是不跟他一起吃饭，不接待他在家里头来，跟他让他肉身的受痛苦，是他肉身受痛苦啊。或许他可以得救啊，就这也还是为了怎么让他感到羞耻，不跟你啊同流合污，就这个意思，明白吗？不是，就是打压别人，更不是把自己的老公或者老婆破口打骂，你怎么还不信耶稣啊？我们今天逼迫别人，尤其在中国社会，基督徒逼迫不了别人啊，你没这个能力逼迫别人，但是自己的老婆孩子啊，自己的丈夫呢，还是可以逼迫的，那也不应该啊，也不应该啊。自己的学生还是可以逼迫一下的，我是老师嘛，对吧？你在我这受教育，对不对？你不信耶稣，是吧？你居然来听我讲文学写作，是吧？那我就要羞辱你一番啊，是这样子。你这个，我们以前上课啊，我的就记得在学校里头上课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个旁边有个滑滑梯嘛？我们那个沙井公园里头，那个非基督徒的小孩一脚踹过去，你这个异教徒，跟我们一起玩吗？啪一下屁股踹他一脚啊！哎，不对，是吧？这。我们今天没办法像，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势啊，不是你的心比以前的更善良，不是一样的邪恶，只是呢你没有手往里，比较弱势，坚持一下啊。我们讲了一下教会败坏的十二个方面啊，其中还有一个事情，我们查图片的时候跟大家翻一下罗马书第二章，我没给你查，因为教会现在也有很多的败坏挂耶稣的图像啊，我们看罗马书的第那个地方了。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三节，我先读一下啊，还有五分钟时间，我再查一下。这里啊没有，我再找个同学读一下啊。啊，杨牧西没读啊，杨牧西们读一下罗马书一章的二十三节。可以，我现在就翻。一章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把这人画一个圈子，不能朽坏的人，大家同学把圣经上这个人画一个圈子，画一个圈啊。请问耶稣的图像是不是个人？耶稣的图像是不是人？耶稣是神还是人？就不要把它变成人的样子，不要把它变成了。耶稣已经升天了，已经升天了，你就不要把它搞个人的样子啊！这就是偶像，会产生偶像崇拜。有一些人啊，哭得要死，把耶稣的像啊给搞坏了。还有一些教会啊，为十字架，教会啊是十字架是我们的标志，十字架标志是我们内心的标志，还是外面戳个十字架或者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什么内心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是舍己，十字架是把世界定的，对我而言，世界已经定在世界上面；对世界而言，我已经定在世界上面啊。从此以后怎么样？我身上带着耶稣，人就不要打搅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标志，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一章讲的，不是在外面戳个十字架，也不是说在教会里头搞个祭坛，也不要挂耶稣的像啊。耶稣是人。我意思那个图像你画的是一个人是对的，
是不对的，就说你不要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人和一切被造之物、昆虫、走兽，啊，这是教会的办法，就是十四个方面，就在这个，啊，这本书里头呢，讲了一下，但讲的不多啊，因为他本身是圣公会背景的人啊，在我们的教材书的44页啊，但是大家理解啊，理解啊，这里的自己14处呢，就是说啊，有什么？这一14处啊，有些的呢比较好理解啊，有些的呢，天主教它确实有圣经的经文依据啊，它经文的解经的错误啊，为死人祷告，为什么不需要为死人祷告？但人家说出理由了嘛？你自己如果有人问你啊，为什么不需要为死人祷告？你能讲理由吗？能讲理由吗？第二个，炼狱，人家说炼狱有圣经的依据啊，就个人的前书啊。第二章呢，你能够解释吗？大灾期我根本就找不到，我不知道他什么理由大灾期啊。然后圣餐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不能献祭？我问你，圣餐为什么不能是献祭？你能回答吗？各位同学，圣餐为什么不能是献祭？为什么圣品接济？我就很悲哀了，我不能，你没听懂啊？为什么圣品接济和品献图不能够接济分明？因为他们本来都一样是信一个主的啊，信一个主，你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知道吗？耶稣说过，你们在基督里都是不应该有那种分的那种阶级，有长老和普通。我为什么圣餐为什么不是献祭？这你明白了吗？嗯，你明白这里就不会过圣诞节了，是吗？圣诞节献祭 Christmas 是弥撒。我知道有几个家长可能跑着吧啊，就是21个人，原来是25个人，他不想听我这讲的话。你过圣诞节就把耶稣就再钉一次十字架，再献一次祭，弥撒嘛，头痛啊啊！为什么不能让玛利亚嘛？玛利亚可以替耶稣我们美言几句，为什么不能找玛利亚美言几句？他圣经依据在哪里？错在哪里？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他错了在哪里？那圣徒遗物是欧洲人的传统啊，他图片偶像啊。华丽的衣服、崇拜仪式，讲到为什么越来越少？为什么越来越少？有什么害处吗？因为我们人在道中重生，没有道就人就没办法重生。因为他们嫌讲道太麻烦，而且听到也太费脑子。对，他舒服一点嘛，唱唱唱歌啊，跳跳舞啊，搞点仪式啊，吃点东西都好玩了。但人体贴肉体是这样的，还修道主义，为什么我们要不能离开世界去修道？为什么不能离开世界？为什么圣经上为什么不能搞圣地崇拜？也是心灵和诚实敬拜就行了，不需要去哪个地方。也是比较迷信。为什么不能修道主义？要做光做眼，要在地上为基督做见证。还世俗化是什么意思？世俗化是什么意思？是有罪。世俗化这个词语，圣经的原文就是有罪的。你有这个东西，你还去谈恋爱？要走改隐的路嘛，要走改隐的路啊！还异端和异教，我们知道的处罚是什么？这异端和异教最大的处罚是什么？不跟他们吃饭，不跟吃饭，不接到家里头。啊，旧约里头律法呢没有废掉，而是由耶稣基督来执行，不是由我们来执行。我们的责任就是传扬主的福音，不是逼迫人家。好，我们今天就选择你说你要掌握为什么，特别为什么花两节课讲这个东西呢，让大家明白这个事情了。这今天因为今天这些东西啊又来了，又卷土重来啊，要卷土重来。教会历史学习历史啊，不是为了学历史的历史啊，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生命的建造，知道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主看过我这个课堂啊，有些家长呢就跑掉了，各有各的事情，愿主带领和帮助我。不要把这些世俗化的东西，这些教会败坏的现象卷进去，在主里面的尽情啊，尽可能的纯正啊，纯洁的心在你的面前敬拜主你，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是我们没有什么羞愧啊，那是良心平安的面对上帝的审判。主啊，求主带领和帮助我，看过现在这些罪恶的现象又在卷土重来啊，难在席卷教会界。主啊，念念和看过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啊，下次还要讲这个啊，没讲完啊。
对，耶稣已经献过了，已经成了的，不是献成了，耶稣已经成了，已经成功了，那个救恩已经完成，耶稣全部我们唯独耶稣基督救恩，不需要人在这方面啊画蛇添足啊搞些名堂啊，就是帮助我们。